我有点饿。不是，我有点困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东西，我在找我的斗笠，我的斗笠呢？我找不到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家吃饭，我要收破烂了。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不行，你脚怎么了？地上怎么这么多血？没事没事，我一点都不痛，没关系。你怎么可能不痛？我看看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了！别动！吵什么？谁在那？什么乱七八糟？什么呢？什么呀？不知道这里什么地方吗？这死的不耐烦了！妈呀，这不是城主吗？城主大人！什么？竟然弄鬼事来了！城主，您老人家这是在干什么啊？城主，你是不是想强奸？要不要我们帮你按住啊？滚！这就滚！你继续！你还不滚快点！让我死了算了。是没有夜里女鬼在我面前宽衣解带，但我从来没有这么丢人现眼过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一定是因为国师只教了我怎么防女人，却没教我怎么防男人。我没有经验，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哎呀，三郎本也是好意，我却吓成那样，确实太不礼貌了。三郎，对不住，我刚刚有些失态，让你见笑了。你先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能走的。没有的事，是我乱来了，冒犯了哥哥，三郎应当赔礼道歉才是。你不介意就好。当时形势紧迫，你也只是帮忙罢了，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对了，三郎，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那铜铃被你的蝶阵送去哪里了？仙之圣。